是要摆多久了啊？是下去准备啊？联名版呢？学长，学弟来就好，擦干净点，快点过来啦！哎，学长，快去！蔡小琪，哎，嗨，嗨，嗨！蔡小琪，你不会打又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为什么刚刚不打？对不起，人家不知道。不知道是我的错吗？什么？是不是我的错？不，不是。那你会不会打又啊？有。我吃。你他妈的，你就做这一点声音啊？会不会打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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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你们刚刚有听到什么吗？他刚刚在唱歌吗？算他有种，有有。哎哎哎，走，干什么啊？哎呀，你他妈的给我在呼唤小鸟啊！呀，我的鸟！对不起，我只要一紧张就会。我看这个娘炮欠操，把他送到突击大队，让他爽一下。不要，去去去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搞笑吧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。啊？请问这里是报道分发处吗？鸡巴呀！是哦。看屁呀！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他们只是比较野蛮而已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原谅，宽恕。总教头，总教头，求求你不要把我分到那边去。快点把他拿下去！是是，下一位。不要。我木南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刚刚才找到这里。哎。你们的路标真的不是很清楚哎，所以我迷路了。我平常就是个路痴，可是我在 shopping 的时候特别清楚自己在哪里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啊，迷路在所难免，人生有很多状。讲完了没呀、啊？讲完了。啊？讲完了。我看这个娘炮也欠操，把他送到突击大队，让他爽一些。好好好。请问那是什么地方啊？请问那你是做什么的？看，废话少说。先生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我应该要被分发到那个文书部门才对。看，你召集令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赞！赞！让开让开，我看等你找到啊，天都要黑了。下一个，好了，走嘞，走，慢慢找啊。蒋冠甫，哟，蒋冠甫，太巧了吧。总算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。哎，你跟这个娘炮从同一个地方来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哎，这位弟兄，你也是从崇德村来的啊？啊，花木兰，别人在跟你讲话，你不会答话是不是啊？木兰，木兰，花木兰，花木兰。哟，你好，我叫花木兰。花木兰，男人的男。哦，找到了没啊？在这里。哦。哎，这位弟兄，你也是从崇德村来的、啊？是啊。哎，你看起来有点面熟哦。你也是，怪了。啊，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花湖伯父的远房亲戚还是什么朋友之类的？好眼力！过奖，没错。我就是他们的远房亲戚，很远很远的那一种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村子里，但是平常很少联络。哎，那你认识木兰吗？谁？木兰呢？花木兰呢？二伯花伯的二女儿啊。花木兰啊，木兰有见过一次，我跟她不熟。哦，好可惜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她超正的。长得还算标致。哎，敢问这位大哥，你跟木兰是什么关系呢？我其实一直都偷偷的在那个偷偷的。我告诉你，花木兰是我马子。什么？从德村的生活很无聊。可是正妹满街跑。真的吗？邻家小妹睫毛翘，陈家姑娘也挺摇脚，还有那孙家小妞每天笑相投入我怀抱。你的恋爱经验倒是挺丰富的。但我心中永远只有他一人。谁啊？花木兰，她是个美人胚子，她的外表靓丽，声音动听，聪明伶俐，内外兼具。花木兰，她是我的马子，我们从小到大紧紧相依，心心相依。花木兰，她是个美人胚子，她的外表很酷，脸超臭，总是冷冰冰，没人敢靠近。因为村里生活很无趣，没必要太开心。花木兰，她是我的马子，我的妹妹和她是好姐妹，所以我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虽然没什么恋爱经验，但我对女人很了解。真的？女人虽然很暧昧，但是没你想象那么肤浅。女人不像男人总是光说不练，只会出一张嘴，在女人面前，马子两个字千万千万不要放在嘴边。废话，我当然不会呀、啊、我见到她的时候啊，我会跟她说。说什么？花木兰，你是我的马。你是我的马子。花木兰明明是个女人，又不是你养的迷你马。花木兰真是美人胚子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花木兰她非常不一样，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。那当然，她有自己对未来的梦想。花木兰她和我不一样，我们一冷一热一动一静，就像那苏培的绝世鸳鸯。本到恳亲当日她来探望我时，我要亲口告诉她，等到有朝一日我光荣返家，我会亲口告诉他。告诉他什么？听好喽。花木兰，你是美人胚子，我们一冷一热一动一静，就像苏培的绝世鸳鸯。花木兰，你是我的马子，
为你盖一座农场，让你安心做我的迷你马。拜托，你们确定要这样聊开吗？不好意思，总教头。报告总教头，不好意思。报道完了就马上下去准备，马上就要进行新兵操练了。突击大队，先生你弄错了吧？废话少说。木兰老弟，你也是突击大队的啊？放心啦，我先到外面等你哦。突击大队。花木兰，既来之则安之。